各位听众，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中国透视专题节目，我是陈奎德。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俄国否决和平，战争阴云逼近。我们今天请来的作者是张杰博士，他是一位独立学者，法学博士。张杰先生你好。哎，奎德兄好，观众朋友们好。大家知道最近联合国安理会一次投票的表决引发了全球的广泛关注和焦虑，这是为什么呢？熟悉东亚现代史的人都知道，在2006年10月9日在朝鲜进行首次核试验之后，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1718号决议，对朝鲜的核试验进行了谴责，并在成员国意见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决定分领域对朝鲜实施制裁。在过去的14年，安理会1718委员会专家小组的延期授权决议都得到了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一致的赞成，直到2023年3月。就在几天以前，2024年3月28日举行的联合国安理会朝鲜制裁委员会及1718委员会专家小组任期延期一年的决议草案表决中，俄罗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投下了反对票，予以一票否决。包括美、英、法在内的三个常任理事国以及所有非常任理事国都投了赞成票，中国投了弃权票。于是旨在延长朝鲜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任期的决议草案胎死腹中。俄国为了继续侵乌战争而从朝鲜获得大量武器弹药的援助，终止了他14年来一直赞成的对朝鲜的制裁，加上中国投弃权票，俄中的行为破坏了东亚的和平和稳定，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今年的4月30号之后，专家小组就不将存在了，1718委员会的运作就失去了关键事实的提供者，肯定将更具有争议性、复杂性，并变得缺乏全面性，将使对朝鲜制裁的一些漏洞非常难于补上。为了朝俄进行规避制裁的军事合作打开了方便之门。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米勒抨击俄罗斯此举损人利己地破坏了国际和平与安全，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推进莫斯科与朝鲜已达成的腐败的交易。美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伍德说，为什么一个安理会成员国不去投票支持这个任务的延期，并打破了14年来一致赞成通过的传统？答案很清楚，这个小组去年开始报告俄罗斯公然违反安理会决议的行为，以及朝鲜在俄罗斯管辖范围内持续的逃避制裁的行为。他警告说，今天的投票结果只会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今后更加肆无忌惮。他通过发展远程大型弹道导弹和规避制裁的所作所为，正在危及全球的安全。俄罗斯的代表他辩解说，他说专家小组这是服务于西方的武器，安理会改变他的制裁制度的时机现在已经到了。中国代表模棱两可地说，加剧对抗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云云云云。张杰先生，在你看来，俄国这次破坏14年的传统投了否决票，这件事情的基本背景是什么？它可能产生的地缘政治乃至军事后果是什么？请。对，这一次从它的背景来看呢，就跟俄乌战争是密切的关联。是因为俄罗斯在2022年入侵乌克兰，这个呢导致国际社会的谴责，特别是美国和欧洲欧盟啊，对俄罗斯进行了严厉的制裁，让俄罗斯这个企图没有得逞。尽管呢，现在乌克兰啊也面临着这种战争的疲劳症，也面临国际社会援助的减少，应该说陷入一种比较困难的境地，这给俄罗斯无疑是增加了他们战争的信心，对民主社会是非常的不利的。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俄罗斯面对西方的制裁，它也非常的艰难。特别是这个美国和欧洲对金融一系列严厉的制裁，多轮的制裁，它的经济陷于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给他的是一种经济上的援助和非致命武上的帮助，但是中国呢，由于它的经济深度的融入到世界经济，它不敢得罪西方，所以说俄罗斯的军事的援助，它就依靠了北朝鲜。北朝鲜呢，把自己大量过期的、精准度不高的，输送给了这个俄罗斯。尽管是这样，但是它还是具有很大的杀伤力。所以呢，这个小组的存在对朝鲜的制裁就会严重影响到俄罗斯的战争行为。所以说呢，他希望给北朝鲜叫投桃报李，让他呢能够摆脱一些制裁，同时呢也让他们之间的这种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能够成功。所以说啊，从今天来看呢，应该说一个邪恶的轴心已经形成，它就是俄罗斯、中国和北朝鲜，他们正在共同的应对抗国际社会，正在颠覆二战以来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我觉得俄罗斯有一点说的还是我们值得思考，他说安理会改变其制裁制度的时机到了。我觉得这个话呀，我们看怎么理解。反过来说，安理会或者说联合国的确需要改革，我确实不理解五个常任理事国其中就有两个是独裁国家，甚至还有集权国家，在这种情况下联合国似乎处理不能为力的这种状态的确需要改变。是，联合国现在的处境实际上最近些年来已经变成了一个国际事务中没有决定性作用的、没有执行力的机构。最关键的机构五个常任理事国里面有两个独裁国家，而且有一个还是共产集权国家，所以是非常难以达成某种协调一致的决议。我在朝鲜制造核武器这个问题上，当时大家的立场都是一致的，包括中共当时也搞了一个什么六方会谈，不管怎么说嘛，但是当时大家都觉得，虽然他们和西方国家的有重大的利益分歧，但是在朝鲜如果这样这个核武器扩散到全世界，尤其是扩散到北朝鲜这样的流氓国家，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而且朝鲜和中国也是毗邻，那出了事故也好，或者说中间那个外交关系随时都在变化，这个金正恩这个人也是难以琢磨的，包括他的父亲。所以俄罗斯当时甚至比中国还要更强劲的支持对朝鲜进行制裁，不能允许核武器这样扩散化，扩散化对全世界的安全是个巨大的威胁，特别是对东亚地区的安全都是重大的威胁。所以大家是14年来立场都是基本上一致的，但是现在俄国改变了，是因为它处于战争中间，所以这个战争是引起了重大的地缘政治的变化的。而且刚才张杰先生也谈到了朝鲜这个因素在中间起了重大的作用，实际上包括俄乌战争，现在乌克兰陷入了比较被动的局面，和几年前的情况大不相同，是和朝鲜本身输入了大量的弹药武器，虽然这些弹药武器都是一些不够先进的，但是北朝鲜作为一个先军国家，用了举国之力制造储藏这些弹药，量是现在对俄乌战争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现在乌克兰就是缺少了很多弹药和武器，所以北朝鲜对于俄罗斯的这方面的支持，大规模的非常大量的弹药武器运送到俄国去，对现在的战局的变化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另外一个当然是哈以战争爆发，转移了西方的力量和视线，所以说这两个因素使得乌克兰目前的战局显得不大有利于乌克兰，而比较有利于俄罗斯，所以朝俄勾结非常严重的一个事件。而现在对北朝鲜的制裁更是需要加紧的时候，现在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战后的秩序开始，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虽然看起来是一个小事儿，是说否决了那些专家小组的任期，实际上过去14年来一直是他们延续观察，这个是监督北朝鲜的核武器的动向，监督等等等等，它有非常多的现实的功能，这个功能对于北朝鲜的核武器的发展是一个严重的制约。现在这个东西取消了以后，再加上它和俄国这样一结盟，加上中国在中间袖手旁观，这样的话整个的格局就开始出现了非常重要的变化，也就是说他们这个三个轴心国家还是越来越紧密的明显的
结盟了，实际上就站在了主流的国际民主阵营对立面，所以这个两极阵营的划分这个态势因为这件事情而显得非常的明显了，而且战争的气氛也就越来越强了。我会看到更多的一些后续的结果将会发生或者正在发生，这个状况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不要小看了这个世界。欧洲和韩国都有相当大的反应，同时很多人都提出我们现在正处于战前时代，也就是类似于像二战前夕那些时代，所以说我想请张杰先生来谈谈现在欧洲和韩国的反应，实际上这些都是相关联的。过去大家想把欧洲的战场和美国的印太战略这边的战场分割开来，现在看来这两者之间已经越来越联系紧密，很难截然划分了。一战争一打起来以后，很多事情的发生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所以我想请你观察一下现在欧洲和韩国的一些基本的反应。对，从欧洲来看呢，他们还是保持了一种高度的警惕，无论是北约的秘书长还是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呢，他们都应该说对战争的状态进反复的警示，但是呢也是一个非常难的事。就像美国也反复的强调说了要尽快援助乌克兰，否则呢这个民主的秩序，每个人其实每个国家都无法摆脱这种战争的阴影。但是战争的疲劳症还有人的这种人性的自私和这种政党的纷争都存在，这也是民主国家面对的一个困境。像最近波兰总理图斯克他就警告说，欧洲已经进入到战前时代，如果乌克兰被打败了，其实欧洲没有一个人一个国家能够有安全感。这个很简单，因为战火就是在欧洲嘛，乌克兰就是在欧洲，所以说呢，如果说普京得逞，他不会收手的，他会接着对波罗的海三国要下手，同时呢，把前苏联这些国家他都要一一的收回，所以说整个战争最终北约也被迫要卷入到战争里面。我们还记得法国总统马克龙啊说了应该派北约部队要进入乌克兰，其实是很有勇气也是很有见地的。是是是，现在呢就是一种像鸵鸟一样，包括美国在二战的时候也是这样，不愿意参战，有中立法案，甚至呢对英国啊买的飞机还把它放在加拿大的边境，用马车把它拉过去，还不能直接让它飞过去等等。最终啊珍珠港事件的爆发也导致了美国最终宣战啊，标志着二次世界大战最后进入尾期。所以说呢，在目前的情况下的确要有一种啊类似于丘吉尔这样的这种英明的领导来具有前瞻性的看待目前的状态。我的看法是，其实第三次世界大战已迫在眉睫，独裁政权正在做好应对。习近平在他二十大进入第三个任期以后就访问了莫斯科，他在跟普京分手的时候就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势的到来，我们应该共同应对。他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说啊，民主国家跟专制国家这场决战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关键的时刻我们要组成联盟，共同不惜用战争来解决民主跟专制的对决。他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但是呢民主国家因为他有民意，而民意呢他是不愿意打仗的，都希望岁月静好，所以就出现了很多包括对乌克兰支持的乏力包括一些政党极度的自私。所以如果到这种情况还不警醒现在又是核战争时代，最终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我们再从朝鲜半岛来看，韩国总统尹锡悦我觉得他还是比较清醒的，是一直采取比较强硬的，但是他的前任文在寅就一直希望通过绥靖政策，而事实上呢，绥靖政策对于一个集权国家来说几乎就是叫与虎谋皮。我们可以看到在川普时代跟金正恩举行谈判在新加坡
等等，其实现在回想起来都是非常搞笑的事。金正恩这一个小混混居然呢把美国总统玩入股掌之上，最终呢他的核武器研发都已经成功，到今天似乎把他没有办法。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意识到战争离我们真的是不远，乌克兰的情况、朝鲜半岛的情况、包括中东的情况，事实上邪恶国家正在抱团取暖，战争一触即发。我们一定要有丘吉尔这种远见卓识，现在呢包括美国人民都得要警醒起来。如果说在选举上仍然啊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都是关心啊汽油的价格啊，关心菜篮子，如果是这么一种状态，我觉得这个世界变得很危险。因为联合国没有起到作用，无论是在非法移民还是在各个这种制裁，包括中国对新疆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都显得毫无力量。所以的确需要改革，就是说呢，凡是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就应该把它从联合国踢出去，甚至它是绝对没有可能成为联合国啊常任理事国的。那么一个民主的台湾就应该把它请回来。对，所以在目前这种情况下的确需要非常之时，的确需要非常之人。是，这个是非常的时代。所以正像波兰总理图斯克说的，我们正处于战前时代。有识之士的政治家还是有的，但是他们的声音能不能更多的被人听到和更多的发挥作用？因为这次波兰总理我注意到他是非常积极的，声嘶力竭的在警告全球目前的战争危险是非常之大的。波兰总理大家知道是对支持乌克兰长期以来是非常有利的，而且这位图斯克总理曾经担任过欧洲理事会主席，他的说话的分量应该是够重的。他在最近警告说欧洲已经进入了战时时代，如果乌克兰被俄罗斯打败，欧洲人没有人会感到安全。他对多家欧洲报纸说，我不想吓唬任何人，但是战争不再是过去的概念，它是真实的，而且在两年多前就开始了，而且战事正在扩大。最近俄罗斯又发射了新一轮的导弹攻击乌克兰，最近几周俄罗斯加强了对乌克兰的袭击，他想尽快的把这个战争按照他的最终的设想来结束。这一点我想图斯克先生是看得非常之清楚了，所以他现在站起来大声的疾呼，而且并没有夸大其词，这一点每天都在变得越来越明显，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自从1945年就是二战结束以来，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们知道这听起来非常可怕，尤其是对年轻一代来说，但是我们必须在精神上适应一个新时代，也就是说适应一个可能爆发战争的战时时代。当问到这个波兰领空最近也遭到了俄罗斯巡航导弹的侵犯，图斯克表示，他说这是一起令人担忧的事件，当利霍夫或者乌克兰西部的其他城市遭到袭击时，我们这部分边境地区也能听到爆炸声。在上届欧洲理事会上面，我和西班牙的首相桑切斯进行了一次有趣的讨论，他要求我们停止在发言中使用战争一词，他认为人们不希望以这种方式受到威胁。在西班牙这听起来好像很抽象，我回答说，在我所在的欧洲地区，战争不再是一个抽象概念，我们的责任不是讨论，而是行动，准备自卫。所以欧盟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乌克兰今天的局势比一年前困难得多，但是他也说，但是也比战争初期要好得多。当时普京的士兵就站在基辅的郊区，乌克兰战争可能需要从长计议，这意味着欧洲国家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新的责任，这是非常重要的。他专门提到了关于欧洲国家防务的支出的问题，他说无论是拜登还是川普谁赢得下届大选，欧洲都需要在防务方面做得更多，这不是为了实现对美国的军事自主，也不是为了建立与北约平行的结构，而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我们的潜力、能力和实力。如果我们在防务事务上能够更加自给自足，我们将成为对美国更具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当别人问到那你开支如何筹措呢，他说我们欧洲人没有理由不尊重北约的基本规则，将至少 2% 的 GDP 用于国防。所以我们正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关键的时刻，
未来的两年将决定一切。我觉得他头脑是相当清醒的一位政治家，他的声音希望能够更多的人听到。而另外在亚洲，我想刚才张杰先生也说到了，韩国总统尹锡悦的头脑是相当清楚的，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声音都应该知道。韩国总统专门谈到了这方面，而且用的话也是相当有力量的，而且是惊醒人心的。我想倾听你的观察，为什么说如果我们目前这个情势就这样任其发展下去的话，恐怕战争之球就越滚越大，它有一个基本的逻辑。对，我们不要仅仅把目光看到这个俄乌战争好像是俄国跟乌克兰之间的事啊，甚至就是说它是欧洲的事，其实在我们东亚一样面临着战争的威胁。是，大家知道朝鲜它每天鼓捣那个导弹，它就是在中国的身边，跟韩国更是比邻，同时呢也紧靠着日本。所以在这种形势下，朝鲜这种非常的这一种毫无顾忌、肆无忌惮的这一种行为，迟早它就会触发战争。并且呢，金家王朝啊，它是一个撕下了共产的这一种外衣，先成了一个封建王朝，并且呢，它还是一种集权王朝。所以这个国家的政权其实呢是非常的危险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这个你像韩国常驻联合国大使他就指出啊，俄国现在以专家小组为人质，还以盲目利益主义为先，已经违背了安理会维护国际和平的共同责任。所以说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这就是为什么尹锡悦要跟日本和解，放下历史的包袱。这两个先西方，应该他们算西方国家了啊，他们在一起共同的护卫。因为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中国。因为中国习近平一直想寻找时机攻打台湾，尽管呢他在去年跟拜登旧金山会谈里面啊，这个说，但是谁能够相信一个独裁者他的话？你看，我们可以看看习近平对民营企业，他啊先打压，一直打压，从没有改变。尽管在形势严峻的时候，他会派发一些定心丸，但是他国进民退的政策他毫不改变。因为他背后有个逻辑，就是要维护共产党啊一党统治。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他这个就是一面镜子，就照出了中共的不堪，中共的谎言都在这个里面呢、被戳穿了。中共会说，因为中国人多啊，这个国家的太情况复杂，所以中国人还不能搞民主。但是台湾民主化了，并且经过了几轮民选总统的选举，他就成为亚洲的一个自由民主的灯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就让习近平政权非常的难堪，他必须要灭掉啊，这么就像香港一样，香港的自由、香港的法治，这都他不能接受的。所以说目前的形势不仅是欧洲烽烟弥漫，其实在亚洲啊，在东亚依然是啊这种战云密布，在中东也是一样。所以这个世界目前情况来说，的确已经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所以民主国家应该警醒啊，特别是西方的啊这种选民，西方的老百姓也要在这个时候保持高度的清醒。如果我们放弃自己的责任，如果认为民主不需要保护，很可能一夜之间我们就会重蹈二次世界大战那一种悲剧。但是我对民主仍然是有信心的啊，因为在国家危机的时候，民主国家它所爆发的那一种凝聚力和那么一种坚定的抗击暴政的决心，其实在二次世界大战里面也充分的展现出来。所以我们对未来还是要有信心。是，我想这个目前这个情况看来就是正在处于很像二战前夕的那种，开始有一系列的一些小战争，大家觉得
尽力限制它，尽力控制它，绥靖它也好，不管怎么说，尽力不要破坏和平。但是这样一种政策后来是越来越不能起作用。就是说战争它有它的逻辑，它一旦开战了以后，它有一个越滚越大的逻辑，因为它每一方都要想自己胜，而且每一方都想自己胜，它如果处于劣势的时候，它就要想法扩大。例如像现在这个俄乌战争打到一段时间以后，俄罗斯已经相当的吃力了，相当的麻烦了，包括面临着乌克兰的反攻等等。后来突然一下就发生了哈以战争，你不能说这两场战争之间没有关系，实际上都是有关系的。而中间你不知道谁在暗中运作，使得这个战争越来越大，从一场战争扩展到两场战争，然后现在金正恩又在北朝鲜在那边捣乱，习近平又在台海在南海在咄咄逼人的威慑。虽然他是表面上口头上说我们没有什么2027年的入侵计划，但是我们对中共来说从来不要听他说，要看他怎么做。现在美军的那个印太司令部的司令说，所有的指标都显示解放军将在2027年做好入侵台湾的准备，也就是说他做的是非常的，在底下运作的是非常的狠的。2020年以来已经增加了400架以上的战斗机和20艘主力战舰，并倍增了弹道飞弹和巡弋飞弹，所有这些指标都表示他正在做，而且正在做，哪天他觉得时机到了，他就会悍然使用武力攻击。所以说这个是非常的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很多人，就是包括战略界西方战略界，当然有些人情头脑进，我们刚才谈到了几位政治家，但是也有些人觉得能够避免尽量的避免，能够缩小，能够怎么样。所以有一种论调，我经常我过去提到过，有一种论调就是看来乌克兰战事这样好像比较不利了，比较吃力了，是觉得好像包括中共那边南海台海更重要，所以我们必须要舍去，所以说一方，也就是说他们的认为支持乌克兰和支持台湾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是不对的。我们今天必须把整个的战略形势看清楚，以美国和民主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总体实力对抗中共和普京、俄国加上朝鲜是绰绰有余的，鱼与熊掌可以兼得，而且必须兼得。如果我们放弃一个，反而两个都会失掉。大家知道，如果普京在乌克兰得手，很显然他会壮大习近平的胆量，进攻台湾的胆量，进攻南海的胆量，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必须以西方的总体实力，必须要在这个当断则断，该能够制止的，甚至用武力制止的时候又必须制止。所以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个事情，战争的球它就是这样越滚越大。而且我想普京也好，习近平他们都想火中取栗，他们都想浑水摸鱼，就是在越乱越好，整个局面越乱，他们觉得他们就可以得逞。所以这个局面如果没有有远见的明智的政治家来看清楚这个局面的话，下定决心来制止这样几场战争的危险的话，我想是非常，人类是非常危险的。这一点我想最后请张先生谈谈你的一些基本判断。对，这个目前这个联合国啊，由于了俄罗斯的否决票啊，让我们啊这个1718号决议啊这个延期受阻，中国呢也假做好人啊，投了一个弃权票，实际上他们都是跟朝鲜这个狼狈为奸。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俄乌战争到现在还没有结束？其实根本的原因，除了北朝鲜的军事援助，其实就是中国大量的经济上的援助。其实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朝鲜的军火是怎么到达俄罗斯的？其实就是通过中国的铁路啊，所以非常迅速快捷的就到达了俄罗斯。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大家如果仅仅看只看俄罗斯，没有看到中国啊，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而中国其实比俄罗斯更加的危险。现在世界处于一种非常严峻的状态，需要英明的领导，也需要
民主国家焕发出他们那一种抗击暴政的激情，所以不能够仅仅在希望啊岁月静好，与己无关，保持中立，最终人类将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好的，我们今天就讨论到这里，谢谢江杰博士，谢谢各位听众，再会。